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北部的大溪交流道交通改善状况。东西向快速道路观音大溪线台66线终点因为能直接与国道3号衔接，需经由线112甲及大溪交流道进出国道3号。因该交流道除需服务地区性进出车流外，尚需服务来自台66线进出国道3号之庞大车流。为解决因二高快速公路间转向车流及疏解线112甲交通拥塞，办理本案工程。本工程已于108年12月30日开工，截至111年10月31日止，工程预定进度44.58%，实际46.08%，超前1.5%。计划效益。一、疏解国道三号大溪交流道路段平假日尖峰时间及匝道交通回堵现象。二、提高大溪交流道联络道线112甲之服务水准。三、改善台66线终点与线112甲路口交通研制。目前画面中可以看见北入国三车道桥面一具雏形。
而且也正式跨越国道三号路面。如果大家仔细看，可以发现高架桥部分是钢梁构造。计划内容，一，本案经可行性研究，以国道三号设置南出及北路匝道衔接台66线各匝道，并以一车道布设衔接，以满足目标年运输需求。二，另考量本系统交流道与大西交流道距离过近，故以集散道路连接大西交流道北入及南出匝道后，再汇入主线。计划总经费及计划七成，约新台币约44.68亿元，即2014年9月到2013年12月。目前工区内各项进度顺利进行中。感谢工程单位及所有工作人员，也谢谢大家持续关注进度。谢谢收看，感谢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